多謝代主席。現在是進入第二場的合併辯論，這部分有修正案的有69個總目，而我提出的有修正案的部分只是佔其中3個總目。這一部分有280項修正案，而我提出的是有27項，分別來自3個總目，包括呢就是總目30懲教署，我有8項修正案，跟住是總目122香港警務處，我提出了14項修正案，同埋總目142香港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我總共是提出了5項的修正案，總共合共是27項修正案。這一部分的主題是管治、政制發展及地區行政。當然我對於剛才議員所發言，包括行政長官辦公室、行政會議、中央政策組，甚至乎是政府新聞處，都是有一些支持你們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不過在這部分的發言，我想先處理是我自己是有做修正案的部分。這一節會集中處理第30總目30的懲教署。懲教署我提出了8條的修正案，那個原則呢都是將分目裏面某些的開支削減到是1000元，或者呢包括將懲教署員工的薪酬呢是全數削減，咁都是主要是包括呢兩個方向。我記得呢去年在辯論懲教署這個環節的時候呢都非常之富爭議性，因為我記得梁耀忠議員是非常關心囚友的福祉，覺得我們呢如果是削減懲教署的開支呢是會令到擔心令到囚友的福利啦、基本的人權啦是會受損的。這個我們十分明白的，但是大家明白到在財政預算案全體委員會階段我們提出的修正案，某一些項目我們不滿意的，我們並沒有權限呢是增加它的開支，所以呢議員呢唯有是用一個相反的做法，有時是你做不好，那不如你不要做了，削曬你或者削剩一個部分。我舉例，梁國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編號93分目118，其實這個118的分目是關於懲教署機構的膳食的全年開支的，它是削減了曬個全年開支，那你驟眼大家覺得哇你這樣削減曬它全年的開支，那是不是即使啲囚友唔需要食飯，係想鑑生餓死啲囚友呢？咁當然唔係啦，即係調返轉就係覺得佢哋食得唔夠好，但係我哋呢係冇權去增加佢嘅開支，但係我哋政府好可愛㗎，即係我哋想你做嗰啲你就唔做，我哋叫你唔好做嗰啲呢你就會做㗎。咁根據呢個邏輯呢，我諗梁國雄議員話削減曬嗰個膳食開支，跟住佢會發表一啲議論啦，即係去批評個膳食嘅問題。咁從中呢反而可能我唔知今年有冇比去年有改善啦，咁我諗梁議員提出佢嘅修正可能會提出。我再一次講先從概念上講，即係削減曬懲教署嘅開支係得唔得嘅呢？咁樣我嘅角度覺得呢係得嘅，因為懲教署呢係可以私營化，可以產業化添嘅，甚至係可以賺返錢轉頭嘅。其實呢即使是警察啦、軍隊啦，都有私營化的。我這個概念是比較創新，其實去年我都輕輕提出過，但未必有時間深入討論。監獄或者我們所謂的懲教服務是不一定公營，可以是私營、民營。我今年是找了少少資料是要說服大家。早年在佛羅里達州參議院討論一條叫做監獄私有化的議案，將佛羅里達州南部18個省的監獄由公營變成民營。支持者表示在現時佛州南部的7個私營監獄裏面有4個的囚犯費用比其他的公營監獄要便宜。懲教私有化是將大約19000名囚犯轉給私營機構管理，竟然政府是可以節省了資金的。
咁所以冇話唔得，即係睇下呢個政府咧有冇一個創意嘅思維。另外咧，呢、這個更富爭議性啦，我都係提出討論啫，就係呢個服務可以外判嘅啊。可能有啲人覺得即係會比較敏感啊，將啲囚友判去境外啊，境外受刑嚇、啊。但係外國咧其實都有啊境外受刑嘅呢個先例嘅。當然你要找到合適地方，要有適當監管，私營好公營好，要個保險外判個質素呢不可以比公營監獄低，咁呢個呢我係開啟大家嘅想像。當然我就唔熟悉內地啦，如果將啲囚友判咗返去內地受刑，咁我諗好多議員呢都會好大意見，但呢個呢都係可以提出討論。好，入返呢嗰個分目裏面，懲教署呢在他的綱領裏面，他的工作是兩大的範疇，很多時候我們只是集中去講綱領一，就是監獄的管理問題。但其實呢另一個呢是關於綱領二呢重新融入社會呢，這個稍後呢我是會有更多的資料是要去討論，同埋對他的撥款呢是特別提出意見。懲教署是保安局轄下編制第三大的紀律部隊，專門負責呢是機管和提供更新服務，人員編制呢是近7000人。我留意到呢政府呢將計劃增加懲教署的人員編制，由去年預算設有6889個非首長級的級別職位，是增至呢出年的剛才是6889個非首長級的職位，增至呢新財政年度的6933個，增幅呢是44個的。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審計署第62號報告書，它針對的呢是公務員的招聘。裡面說呢多個政府部門公開招聘呢是展開呢個審查，當中審查了70次，招聘之中有50次包括呢是懲教署的公開招聘。咁簡述喺個報告裏面呢第8章第13頁講到嘅，發現懲教署呢完成18次的公開招聘所需的時間呢是遠遠長於其他的決策局部門所需的時間，當中需時最長的呢是其中有10次的懲教署的招聘，日數呢是由356日至到710日不等，涉及呢1至10個呢空缺。懲教署被批評呢那個招聘程序最慢，舉一個例子，曾經招聘一名工藝導師是建築及保養的，接獲477份申請，用了714日才正式聘用。另一次聘請一個工藝導師是印刷的，用了628日才正式聘用。那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審計署說部分招聘中懲教署用超過一日的時間才審核到一份的申請。該署在確定參加技能測試的合資格人申請之後，才邀請外間供應商去投標提供測試服務，是拖延這個招聘程序。這個呢本會是十分之不能夠理解的，你自己定出的招聘目標，你自己開了的撥款，但是竟然是碳慢板今次才處理。現時懲教署負責管理是29間懲教院所，包括4所監獄、11所懲教所、3所教育所、4所更新中心、1所精神病治療中心、1所收押所、2所醫院羈留病房，以及為釋囚提供3所中途宿舍的服務，以及以安全及符合人道原則，羈留所是由法庭交付懲教署監管或者被法庭判刑的人，以及根據入境條例被羈留的人。不過呢
隨着使用年期越來越長，我們都察覺到懲教署的設施是開始有老化的趨勢，署方亦都是透過一些設施改善、提升、擴展的工程和重建發展計劃，是更新一些已經老化的懲教設施。我們留意到在未來一年有四個懲教設施將會展開改善工程，包括赤柱監獄、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大欖女懲教所，涉及的開支是過億元的。上次我想有些同事都有份一起去參觀這個赤柱監獄保安事務委員會，當時我們想為何會去參觀赤柱監獄呢？原來即是沒有鬼不死得人的，有原因的。原來懲教署呢就想向我們申請這個閉路電視系統的撥款，由於赤柱監獄的閉路電視系統老化了，那就要拿500萬來更換和提升系統。署方指現時大部分的閉路電視安裝已經超過10年，由於大部分都是採用10幾年前的技術水平，因此錄影的片段質素欠佳，在部分環境之下亦都只能夠提供黑白影像，而受儲存容量所限呢，影片的保存期限呢只有14日，故此呢就建議在赤柱監獄安裝一套新的數碼化閉路電視，包括安裝呢是2470部高解像度的攝影機，以及在保安敏感位置例如禁區範圍所安裝的攝影機，會配備呢錄影分析的功能，影片保存期限呢將會是達到31日。咁當時我們去到呢，入到去嗰個即係總控制室呢，都真係奇觀嚟，因為佢原來唔同嘅閉路電視，唔同嘅期限，按唔同嘅型號，唔同一啲又開始壞緊，一啲呢又蒙查查。咁所以呢當時喺保安事務委員會呢，我哋係冇反對到呢一個嘅撥款申請㗎。我留意到啦，其實本來我仲想講埋呢個大欖女懲教所嘅，不過而家跳過咗先啦。我想呢集中講係重新融入社會呢一個綱領2嘅一個部分。我留意到喺監管期內重新融入社會計劃呢嘅成功率呢係有一個下降嘅趨勢。當中在教導所的成功率呢，由前年的 62.1% 跌到去去年的 61.8%， 在勞教中心的成功率呢，由前年的 97.8% 跌至去年的 96.5%， 在更新中心的成功率由前年的 95.5% 跌到去年的 94.4%。事實上呢，懲教署的目標應該是盡快提供協助和拓展機會，讓一些已經離開了監獄的囚友更新人士，我們叫他做作出正面的改善和重新融入社會，並促使社會大眾接受和支持他們。但是為何這些教導所的更新成功率是會多年來都維持在一個不是很高的水平，而且有下降的趨勢呢？這個亦都是我們質疑撥款綱領2的撥款是否用得其所了。2013至14年度的原來預算呢是8億9970萬，但是實際上的用了呢是8億7400萬，是跌了 2.9%。 那是什麼道理呢？為什麼預了錢拿了錢你是使不完呢？這個重新融入社會應該我們就覺得資源不足，還想加給你添的，但你就申請自己做的預算，但是是用不盡，是跌了 2.9%。 但是呢做數就當然是這樣，就算用不完呢，明年就不是拿少一點的，都是要拿多一點的。所以2014至15年度呢，這個綱領2的重新融入社會的預算呢是9億0680萬，咁又多咗㗎，即係俾佢用唔晒呢就要多返 3.8%。 咁雖然個百分比睇上嚟嗰個大勢唔係好多，但係嗰個趨勢會見到係咪因循苟且，即係年年就攞多幾個%，年年攞兩三個%冇乜爭議性㗎嘛，一路向上推。咁但係我哋
大話怕計數一同你計，你個成功率又低咗，你有錢又用唔曬。陳志全要發言時間到啦。